我是舞台剧演员，也是插画家哈利。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，不过他也是一位凡人，所以想想他应该也会做出这样的表情吧。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今年诞辰450周年，在台湾竟然有人敢开他玩笑。我很喜欢冷式的幽默，对，所以 有一些作品就是那种冷面，冷面。幽默搞笑的插画家哈利，同时也是漫才团体达康的唯一女演员。问卷调查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小姐可以请你填个问卷嘛？”然后他的反应就是蹦当马的怀，就是完全一个外国人的状态，把一些你平常觉得很讨厌的事情看得很可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。本周跟着异想世界去看看哈利内心创作的喜剧人生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